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奥利他的迷失森林，圣灵之光，我们来喽！今天呢，哎呦，水已经可以游嘞！哇哦，我已经可以游泳了！因为上一集呢，我们回复了那个什么银之树的水脉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水里面啊打打怪、游泳。原本这些一碰到就会死，一碰到就会气绝身亡的东西，我们现在竟然可以在这边游泳，真太好了！我咻啊游出来，我现在超多这个，超多可以超多灵魂连接，哎，让我踩一下地面好不好？喂，我咻，好了，让我在这边做个灵魂连接嘛。我感觉前面很恐怖哎、感觉跳过来不容易哎、喂，哎，这个没事，害我以为也会有，吓我了一跳。这个可以爆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地图，这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现在人在这里，我刚才从这边游进来，对面有一颗宝石哎、我先炸这个好了，这个能炸吗？哇！哎，水下来了！哇哦，水耶！哇，水淹金山寺，可以拿到了，拿到一个能量核心。哎，这样没有用，还是跳不上去。我开了上面的洞，跳不上去，没有用，真的是。哎呦哦，我被插了！我跳！哇！哦，他刚才做空中芭蕾舞秀，在那边空中转。回旋两周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阻止我，阻止我补血，不要这样嘛，让我补下嘛，我现在只剩一咪咪血了，我先游到上面去，游到上面去连接一下，就快没血了，补个血嘛，好不好？这里有什么吗？看一下，我刚刚走了这一边，这里要两颗石头，我现在一颗石头都没有。一颗石头都没有，我先看一下这里，感觉这里会有，哎，感觉没有了，这里有一个石头碎片，这个我现在又没有办法用这个石壁，我现在没有能力有限，哎，还好我有在这边存档，我现在能力有限呢、我没有办法撞开那里。我打，鱼儿游，他按在水中的时候按 A 可以游的比较快，然后按 B 可以打那个打敌人，搞得我现在按键有点辛苦。我游快一点，继续往下游，这里都没有可以呼吸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哎，这里有可以呼吸的，这里。游慢一点，我快要溺死了！哦，吸到一口气哦，拿到一个碎片，这么刚好，太刚好了！这里有石头在压哎，我要不要走这里？哎，慢慢游，来得及，不要紧张好不好？来得及，能量核心 ，yes， 一个了，在那边存档。保存游戏进度，冰晶哎，另外一颗在下面呢，那这边要做什么？这一边，这中间有一条路，有没有隐形的道路？那你要做什么？不晓得，不清楚。我先去这个啦，超级灵魂连接，水中呼吸，可以在水底下呼吸耶。我现在在游泳啊！我现在强烈需要水中呼吸，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强烈的水中呼吸给我？什么时候可以给我水中呼吸？我现在呼吸不到、有点痛苦。我现在水中无法呼吸啊！我只能在空气里呼吸、这里有，这里有空气可以呼吸。这个进来就只有这样哦、还真是只是拿来呼吸的、好了，我要去突破岩石了。有突破岩石，它压下来了，我快要没有气了，快没气了，快，差点就被压到了，还好我游出来了，
真的差一点。建立灵魂连接啊！我游到这边了，那个石头在上面，先去拿它。哎，两颗石头就可以开大门了。可是我这下面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东西啊？不会要四个石头吧？四颗九桃，我刚刚没有看得很清楚哎，对不起。我游太慢了，对不起。游太慢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 A 按的不够快是不是？再来一次。我游出来了！我天哪！我再游！哟吼！哎，搞得很难，有没有？都吃到可以游出去了。嗯，我游，哎，被戳到了，一不小心被戳到了。等一下，这个要等一下。等等，呼口气。呜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快，趁现在。喂，游出来了。游上去。出去就可以存档了，出去就可以开门，就可以存档。哎，耶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！我溺死了，剩下最后一丁点血，就这么刚好。我以为我可以顺利逃出去，哎，我以为我可以顺利，哎，我太小看这片海洋了，真的。太小看他了，我以为我可以像这次一样，然后顺利的这样游出来。我太小看他了，真的。开门了啦，按叉叉打开精灵之门，两颗就可以了，两颗就这么顺利的打开了，一切都是如此的顺利。这是什么？这个要玩什么？这个要玩什么？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吗？有哎、欸，这有隐藏的洞穴吗？哎、欸，我按错了。哎呦，有吗？哎、欸，下面有一个核心，先去拿一下。咻！噔，没东西了哈。可是没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被插到了。哦，哎，明明就没有怪，我干嘛连续撞两次给他啦？我感觉好像白痴哦。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了，就是个白痴啊！嗯，巴嘎巴嘎，先不要了，在这边存档啊！跳，我要开始跳了，要跳这个才能跳上去吧？喂喂，哎呦，喂，我想站在上面，让我休息一下。喂，休息一下，再跳。喂。喂，哎，被插到了！哦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休息点的，这么狠心，让我休息一下会怎样啦？干嘛这么狠？走，喂，我跳，哇、哦，跳到这了，我再跳，喂，爬上来了，可以开吗？不能开、欸，他不让我开、欸。那只能往回跳啦，只能往回跳了。喂，哎哎，我没有抓到。喂，抓到了，跳过来了。哇，终于啊，跳过来了。嗯，存档在这，终于过来了。呜，喷，喂。喂，又抓到了，再喷，跳过来了，灵魂之树 ，Leo，Io，Leo，Io，Io 曾是强大的精灵，他的威力无人可挡，可惜现在他已经长眠在此，变成一棵先祖之树了。我要吸收他的能力哦，按下光芒吸收能力。噔噔，你学会了
践踏攻击。若要使用下这个能力，再请按下 A 跳在空中，然后使用下。这不是跟耀西的向下冲击一样吗？打木桩的技巧吗？对不对？我懂。看一下，呜，就是这一招，没错，这里可以，马上就来实验。哇，很好用哎、欸！来啊，来吐啊，来吐，来吐，我才能飞出去。喂，我们上一集就是用这个功能，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的。还有哪边可以撞？这下面有吗？不行。哦呦，哎、欸，这里是木桩。我本来想说那根木头能不能打烂的。等一下，这上面好像有东西哦，可是我完全上不去哦。好啦，我没有很在意啊，走了啦。哎，按错键了，剩一个，再打一次，打木桩的技巧，我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撞，哇，开门了，呀呼，我来了，哎。我不能这么惊讶，有东西来了，哎呦，我没有做什么灵魂连接，哎，我就那么死了，就被人家冲死了，我要在这边存档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来呀、啊，哇哦，没好。哇、哦！打赢了，可以开门了。原来要打赢你才开门呢、啊。我刚刚还先来这边，先来探路了。打赢就好了。喂、欸，有哇哦！我干嘛不踩水面？我干嘛有这种坚持？不踩水面有比较好吗？我看一下下面有没有什么东西。这里没东西，就那一颗啊，那一颗要往上冲。办不到，对不起，这个树应该可以冲吧？哦咻，可以哎，拿到了，我快要有两点了。叮，黄色的小球球，真希望它多一点，那我的技能就会多一点。哎，又来了，一定要打吗？一定要打吗？一定要跟你打吗？哎呦，你用树木，他用树木当他的掩护。我只能说这一只没有很快能干掉它，不像那个什么按一按 X 键就可以砰砰砰死了。喂、哦，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直接撞到它的背上？让我觉得十分可惜。好啦，算了啦，先开地图，等开了。开到那边去哦，那边是哪里？不知道，先过去再说。我看一下这里，这里就一颗，这里过得差不多咯。这里可以直接下来，哎，太棒了！存档，我们下来了。哎呦，下来还是被插到了。等一下，哦，我本来想拿那上面的东西的，结果好像不是很必要哦。这个。好像不是很必要齁，对不对？结果我还被这种东西插死，是谁？我不知道说些什么，都死在没有必要的地方。我今天好像死在很多这种没必要的地方。走开了，走开！哦呦，好了，赢了。我好像回来，这里是不是月亮石窟？我好像以前来过齁。什么奥里的墓穴？这里还要吐了，可以吐！哇，连续喷射两次！哎呦，痛！哎，解决了，我就是故意要打他，然后我才可以多拿到一点经验。哎，好可恶哦！来吐啊！喂，以彼之道还诸彼身。哎，没有，失败了。再来一次，去死！有了，这次成功了，我成功了还诸彼身。等一下，
这个有问题。哎呦，下来了，果然有问题。可是这个要怎么过去？先连接。哎咻！灵魂能接能再充能，不能直接按是不是？灵，我不是要在这边连接的，我是要爆破。哎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害我在这边连接两次，把我的能量还给我。把我的能量还给我，太蠢了！干掉你，干掉你！很好，就这样。等我，技能点满的时候，再来对付你。喷射！哎、欸，我滚下来了！哦呦，这里我来过了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存档。叮。Yes， 补满了。我们的目标在哪里啊？我们的目标怎么远成这样啊？怎么可以远成这样？再看一次，找都找不到的目标，超远的。这一个门是不是？所以我要到达这一个这里，有没有？我的箭头在的这里，就有机会可以去那边，也只有那边可以去吧。我人还好远哦，回去的路好漫长哦。那我从这下面来好了，经过这个月亮那个石壁，然后到这个洞里，好像不错，也只能这么做。这里应该可以吃到了吧？我之前很多都没吃，哎，还是吃不到。这个还是有的。喂，哦。这个应该要学会三段跳才吃得到吧？试看看，要努力不懈。哇哦，吃到了！哇、哦，我可以存档嘞，可以建立灵魂连接了。我好不容易吃到了，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超级灵魂连接，选了，就是你。等一下就有水中呼吸了，结果学会水中呼吸了之后，也没有在水里面玩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要学水中呼吸。哎哎哎哎，我死掉了，太蠢了，好不容易跳出来，竟然死了。哦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跳去自杀了？我怎么死了？太蠢了，真是太蠢了，跳起来。哎哎哎，还是被插到了。哦呦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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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翼翼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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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里，感觉很恐怖。哎、欸，一下来就被电死，有没有？这真的很恐怖。哦，这样，哦，好了，没事了。喂，耶！上到上面来，我在这边存个档。我在这边建立灵魂连接，我现在要跳进去。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有，死了。我不要，这个都好狠哦，完全不留情面呢，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这么凶吗？喂。哦呦，过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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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这颗是吃到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要藏一颗在这啦？哦，真的是讨厌的东西。再来啊！喂，哦，快跳过去！哇、哦，哦，保存，保存，保存游戏，走！哇、哦，凉凉！有没有这么准呢、啊？啊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！啊，过来了啦！你们真是的，哎、欸，走过来了，我们走回一开始的地方了，令人感动一开始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又回来了，我们又回来了，哦耶！
我们学会了一身的武功，又回来了。有什么东西？黑子，仇恨猫咪的双眼，追逐光芒，永不言弃。他还叫嚣的、哦，这么猖狂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